怎么样，找到高级林了吗？卢总，已经四处都找过了，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。多派点人去找，务必把他救出来。卢总，你看我们要不要报警啊？先不要，我怕把他逼急了，可能对叶子不利。好的，卢总。叶子，我不会再放开你，我会一辈子保护你。我觉得这一刻，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锦生，我们开始吧。乌鸦叶子，我会用一生的时间来呵护你、保护你、陪伴你，无论贫穷富贵，无论健康疾病，直到永远。你愿意成为我的新娘吗？我不同意，生哥哥永远都是我的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就知道这是你的圈套，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来了，因为我不能忍受你抢走我的生哥哥，他是属于我的，是我的。你以为你这是爱他吗？你的爱伤害了所有人。你胡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早就幸福的在一起了。你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吗？我是傻，可我不后悔。我高金玲一生一世都只爱罗锦生，如果我不能和他在一起的话，那我活着有什么意义？高金玲，我们是镜湖区派出所的民警，你涉嫌故意伤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要是我的话，我情愿跟心爱的人一起死。我只是有些难过，刚刚那些话其实也是在说我自己，是时候跟过去说再见了。如今，我终于明白你当时的意思。宿主大大，你知道你这样选择的后果吗？我知道。如果不能跟我爱的人在一起，就算成为女主，又有什么意义？即使会永远消失，你也不在意吗？不在意。
根据游戏规则，系统判定您最后一次任务失败，现在